你动弹动弹呗。啊？妈，你是蛆啊？那供应供应的，你瞅你那靠垫来，还有你那脚背儿，臭烘的了都，能不能洗一洗？动弹呢 ？Fuck you, fuck me, fuck it, fuck her。睡着了？谁100块钱？睡着了。呀，醒了。哦，哎，干什么呀？我给你洗一洗呀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洗。不是之前不都我洗吗？没事。啊、不，我洗。哎，没事啊。不，我来。没事。行，这走。啊，你干呢？啊，你这干啥呢？啊，我把沙发洗了。燃气的还不好使了呢，那什么，你把那个总你用的好使，我用的不好使，你是不是整坏了呀？我说你把那个总开关吧，我当初就说不买这个电磁炉就挺好，你看现在坏了吧？那个总开关，你说我吃啥？你说我像现在吃啥？你让我吃啥？先虚点，咋不好使的？我拆你半天也不好使，你不出火。你扯啥呀？没事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没说话。你不想过你就直说啊！嗯、你谁也不想过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样没有可不行。不是我，谁不想过？我没有啊。这儿可以说，走。你在家穿那么多干啥呀？你可以穿那么多吗？我可以脱呀。我也可以脱呀。那你脱呀。我冷，没开暖气。我给你捂被窝。哎呀，你先给我倒杯水吧。行啊，怎么了？啊？你干啥呀？嗯。爱整点吗？整点呗。你大白天刚喝呀，咱俩。哎呦，你灯关了，你窗帘赶紧拉开，你啥意思呢？你说个啥意思？我想要个孩子。妈，谁家孩子能给你呀、啊？想跟你要孩子。你拉倒吧，你有钱我有钱。那咋整啊？你妈要那么多彩礼，我也拿不来呀，你就只能出死价。嗯，10万。十万，生男孩的。8万我也拿不来。哎，等会儿，啊，结束了，啊，嗯，白色它反射热量，它不保温，所以你穿白色裤子冷不冷？冷。黑色就不一样了，黑色它吸收热量，你感觉冷的时候，你穿什么颜色衣服？黑色。哎，那你腿要冷，你就应该穿黑丝。那我穿黑裤子不行吗？那能行吗？黑裤子它不服帖，黑丝你得用心去感受今天的感觉、哦、啊，它能更好的把这热量给收集起来，你说呢？有道理。所以我让你穿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，要不到老全是病。你咋对我这么好？那对呗，我是你对象，说去吧，换一个。那我现在不穿着呢吗？你穿换个马油的，那厚的鱼丸也行，那透气。陈总监呢？借我点钱呗。干嘛？我想给别人过个生日，还差一点。借钱可以拿什么的？我是有原则的啊、哦，卖也不卖他。谁稀罕你？不行。哎，老公。干啥呀？你说谁就是渣男女？你先给我吧，卡。女的。哎，你都答应我了啊、哦。对了，哎，借我台车呀。借车行，让我给你。不是人家过生日，你跟我去算啥意思啊？你看我冲我拍出事儿啊？那你要是不想去，你随便吗？行，你跟我去是不？那别后悔。绝对不后悔。那个陈总监呢？你还是坐后排吧。为什么？他吧坐后排容易晕车，所以只能坐副驾驶。看不出来呀、啊，这么体贴、啊，老公。哎呀，我了解他嘛，所以委屈一下你呗。啊。哎呀，这座椅调这么靠后咋坐呀？主要吧，他腿比较长，就跟你这腿，哎呀，你说没法比。太长了。你这干啥呀？哎呀哎呀，行，凑合的，放。什么人挺有魅力啊？刚正好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妈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待会儿我跟戴瑶去接你啊，就这样啊。你妈过生日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说你不反悔的啊？那个公司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先回去了。啥会呀、啊？啊？怎的？走啊！洗手了。
不是那老爷人，你问我干啥呀？人在哪儿呢？不是，哎，咱们公司还有第二个人抽黄鼠鼠。你们想啥？没有你们烟头啊？另外，我发现谁抽烟啊？罚款200，有人敢给他烟，一个人罚我2000。凭啥呀？干啥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，我空投让人舔了呀。啥来的？我放你抽匣里的烟呢。我抽了。你抽了？我两点之前放的，你俩嘴抽的哦。反正我给你。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？怎么了？那我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，你为我好啊。切。一天就是嘛，等个老丝袜的，臭臭臭，不犯毛病。哎，说吧，哎，拿来快点的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一天不抽能咋的？咳卡的。这烧好的不行，新能源也不行吗？那你了，搁那倍儿骂的。哟，刘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给是拿车主，拿车主去。哎，不对，哎。走错了，旁边，旁边不是，哎，旁边没走错，他走错了，是这边，哎，别抓心挠肝啊！哎呀，老公，那抽烟就是习惯，嘴巴闲不住的时候可以干点别的呀。干点啥呀？就吃点口香糖什么的呀，多好啊！我没有要跟你和好的意思啊，你别多想。谢谢哎，用不着你吧，老公，你少抽烟。哎，不许，那你一点都不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谢谢谢，哎，干啥呀？这给你。这咋还有烟呢？戒烟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，慢慢戒呗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是今天的啊，以后每天都来找我，你花费。好，行行，谢谢。哎呦我撇了滑了，哎，小伙儿。罚款。罚款，你再碰我也干了。哎，放不上，放不上，给我整两口。我没拿，哎呦，100块钱吧，欠我一块。那还用选吗？那肯定是100块钱呢。不爱我了？咋的不爱你们呢？哼，小了，格局小了。那我问你来，100块钱和亲我一口，你选哪个？那我肯定选亲你一口。那么亲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啊，现在是不是钱我得着了？完事咱俩也亲嘴了啊，是不是双赢？哇、哦、还真是哎，对不对？还得是你，你看我是不是有头脑 啊，所以说以后啊，就是钱就得给我，完事还得咱俩亲嘴 啊。那我跟别人怎么了？我说我想看腿，并不仅仅是为了看你的腿，而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喜欢你，并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外表，你身体和灵魂的每一寸都是我喜欢你的理由。即使是一个你隐藏起来，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地方，我还是会因为是你而着迷。所以，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腿？能倒是能，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。哎呀，你感觉不对劲儿，说明你的思想只停留在表面了。你得把格局打开，再打开，它大一点，打开。嗯，那我现在就去换，我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完了你稍微换个短点的，一字裙啥的啊。拜托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什么动静？导航吧，啊、动静？导航！别给我删，我听着没有？导航！删了，该删了。不换就不换，不删。导航。